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老半仙又来挑战大神都过不去的跑酷了。在咱们玩的跑酷地图里面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。今天给作者上一课。现在的难度还是比较低的。没有拦住他。哦，有一点点高。看我怎么追上他。哎，这里不要慌，肯定掉不下去。哎呦，想要追上他，存到你少点一个。嘿，哇塞，还左摇右摆挡我路，这小伙子一看就有套路哈。我没点存到你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慢慢来跑。通过这一个传送卷轴直接就获胜了，恭喜老伴仙。你看我这想回去我这都回不去啊。 biu 哎，他在那儿了，那我再比他少两层，看我的存档点就在这儿，可能地图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帮了我一下。咱们就老老实实这样走，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真正的技术吧。我可是一个技术主播，一直在打脸，从未被超越。小小井底之蛙，何足挂齿？一下跳两格。保持好节奏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再吸气，然后放个大臭屁。有屁不放，憋坏心脏，没屁应急，锻炼身体。他的情况是和我们一样的。哎呦喂，一个传送卷轴直接跑到终点。我要去追这个 Queen。哎呀，像这个存档点，咱们都不要。嘿呦，这里还是点一下吧，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什么小意外。每跑一点就少点一个存档。哎，我这样应该快找到他了。对角，中等难度了。这里不用慌，嘚儿飘，他人呢？哇塞，这个他也直接用那个传送卷轴跑终点，好家伙，我能受得了你这？哎，不行啊，现在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拿不了第一啊？他也拿不了，咱们先去这样点一个存档点。吼，来啊，接着来啊，互相伤害啊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好吧，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